你这是在逼我？我不是逼你，我是想知道你在逃避什么。你不是想知道情况和我当年一致？那岂不是一撒谎就会传话？这光天化日下的，我还能把你怎么着不成？光天化日下不能，夜深人静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 我这病久了，要不你抱我下地走走吧？这才多大一会儿，你又要走走？哎，我实在是乏力得很啊，好疲惫。 末将见过二公主，看来这刺客果然歹毒，竟把二公主的腿都打断了。你多虑了，我这就是躺久了，浑身酸软。我四肢健全着呢。